究竟是谁帮助酋长开辟了迷你世界第一部落？众所周知，酋长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四处冒险的人，他的身体格外强健。如果你觉得酋长非常强壮，请点一个赞。小伙伴们，从酋长的简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他是原始人部落的首领，喜欢到处冒险开辟部落领地。在老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酋长建立部落之前的样子，手里只有一把锄篙。正所谓单丝难成线，独木难成林，酋长肯定有一个好帮手。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？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在老版本中的酋长十分喜欢抽烟。在评论区中打出2434，你将会知道酋长为何要抽烟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界面？在这个界面的上面有一个士兵，他头戴钢盔，身拿铁剑，但是这个人在迷你世界中我们根本没有见过。还有下方的这一个军团，这两个人我们在现在的迷你世界根本找不到。其实这两个人他们就是酋长的好帮手，也是酋长的第一军团，背叛酋长开辟了第一部落。